好的，欢迎回来月世界。那一样在节目开始之前呢，跟大家分享的资讯，欧洲的那个新冠肺炎哦，疫情还在延烧当中。法国的那个专家表示，有可能会来到三度封城。目前的那个2019所爆发的冠状病毒，他的那个首席医疗顾问戴博西尔他表示，目前新的变异病毒株我们在他们国内进行传播，法国有可能会面临第三度的封城。那法国跟意大利都新增10000多的确诊，英国则是30000多例，这个实在是非常吓人。在那个法国卫生部去年过去24小时境内新增10000多，将近两万起的那个病确诊病例，那目前全国累计已经来到了305万，然后有过去24小时又有172人因此而病故，全国染疫死亡人数高达已经来到了7万多人。这个其实法国也是一个算是不自由无宁死的一个国家，那他们在防疫的那个阶段过程中，是不是说口罩有没有真的落实，然后他们那个我也不晓得，反正我觉得说国外的疫情之所以这么严重，还是在于民族那个主义的问题，然后跟过去自由程度有关了。那也是希望这个疫情可以赶快结束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准备进入这次影片的主题。我们终于把那个抽抽给弄满了，现在50张，可以在40抽的时候就开启一个心愿，就是你可以去许愿。那今天就看看月世界到底能抽到什么。那主要能这样子抽的原因，我觉得是这个啦。各位要在左下方这个主线任务这里啊，尽力去解，然后每解完一次那个任务，它就会给你5个那个高级招募令。然后每天的那个每天任务也是要解，解完之后它会给你下面都会有奖励，你要去领取，包括说会有高级招募令以及最后的元宝部分。所以每天的话，这个势必一定要解完。然后有空没空的话去装26等之后去庄园看看，然后把一些可以训练的啊一些东西把它给弄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能招到谁啊。我还蛮想要招张无忌的，因为我有周芷若，是不是目前应该有那个击杀14人。十连冲，你们看十连冲能抽到谁，跳出来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恭喜获得，咻咻咻咻咻，哦烂烂烂烂烂烂 ，Oh no Oh no Oh no， 哦哦，曲林风，天竺神，曲林风是谁啊？不认识，东邪黄药师他的大徒弟哦，我没有看过这个人哎，啊好哦，一只史诗，一只传奇，是不是？天竺神。一灯大师的徒弟，我倒比较喜欢一灯大师。精通医术这个会不会是补师啊？好，确定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咻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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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会是谁呢？会是谁呢？张无忌，张无忌，给我张无忌，张无忌，张无忌，无忌，无忌哥，这是谁？兽女生长，鹰野王，鹰天教主。阴天正之子，给我张无忌吧，无忌哥，无忌哦，没有，原来时间抽不见得会拿到好的东西，我要退出啦，确定，然后再一次好了，目前还要20次才能开始，嘿，这是谁呢？哇、哦，噔噔噔噔噔噔，丁宇君，殷素素，哎，居然殷素素，哇塞，哦。霍都讨厌的家伙，不喜欢他，他算计那个哦，又是这个家伙，哇，这次没有出哎、欸、，Oh no， 杨铁心，其实杨铁心还不错用，我觉得暂时来说，怎么这样子？我们还有10次就可以去点那个神话的心愿，
哎、欸，有有有，这谁这谁？哇，猪儿，有只石狮，猪儿也可以啊。这个是毒流派是不是？哦，又一只又一只又一只，张无忌，哇，又是猪儿，连两次猪儿。月世界，猪儿猪儿，英姑英姑，我要春姑，不要英姑。五百美英王哎、欸，英天正他的老爸，武三通是谁啊？英姑，这小事我用眼睛的，不认识，我永远忘不了。啊，我们可以那个了，可以许下心愿，背对背默默许下心愿。谁？张无忌，对，我要张无忌。我们不一定张无忌，其实我蛮想要洪七公的。杨过，这是谁？杨顶天。听说王重阳不错，王重阳。然后哦，上线了。哦，传奇。黄龙哦，是谁？周芷若。灭绝师太。范瑶。小昭哦，还好。是谁？杨康不要，这主角我不喜欢，公孙丽儿不好，那好黄龙好了，就这样子吧，看看能不能拿到我们心愿的那个侠客，最后十连冲，哦，战力增加喽，看样子有获得 special 的哦，这是谁呢？谁呢？谁呢？张无忌，张无忌，我不要这个，这个又有，哎呦，张无忌太好了，张无忌来了。棒棒啊！天哪，这么快就抽到张无忌了，太开心了！神话级，九阳神功，天下无敌。没有了，看一下哦。我们四连抽，可以用宝，可以用高这个抽哎。我们接着抽好了。既然张无忌抽到了，那我们就换一下哦。哎，哇，心愿只能哦，今天只能一次就对了。那其实张无忌的话要搭配是有王重阳，然后这是外伤害，今天就暂时先来抽抽，然后等一下来试试看张无忌厉不厉害，你接着继续抽好了，抽到完，十次，哦，已经是是不是？已经是是不是？王重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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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是周芷若。啊，好啦，周芷若也可以啦，我让他碎片，刚好，这样我可以升星。这是要我走周芷若跟那个张无忌路线是不是？郭破如，哦，有纪晓芙哎，丁敏君也有，再来一次，还可以再抽一次。最后十抽，哎呦，好像又有哦，谁？王重阳，就王重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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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。韩小鱼是谁啊？江南七怪中的七妹，郭靖的七师父哦。哇哇，最后一张不是那个金色稀有，好没了，抽到这里结束，我们来把那个有江湖奇遇也看一下，这有时候都会有江湖奇遇，大家可以点一下，然后回答问题。周伯通是老顽童，错了，中了，黄龙应该是打狗棒法吧？又错，逍遥游，靠，怎么这样子？天哪，到天哪，猜对了，这样子有。这个你如果猜对的话，对的越多的话，那个给的元宝越多，所以说大家要稍微的尊重他一下。然后你每天任务解一解之后，他也会去做升级动作，所以说还是要去解任务。解任务的过程中，其实包含说要升级之外，也有要拿到那个除了元宝，还有那个主角经验值。
欸，这是新的，我还没玩过，我有玩它。然后呢？发心，你意思不懂？他打他是不是比武？你就180,000。等下把张无忌放上去哦，应该会在往战力会在往上增加。哎，我听，哎，听竹声呢，猪耳。九阴白骨爪，呜呼，棒！哦，这是三星哦，这都是三星。下一关，我们等一下再打好了。哦，这样也有白眉鹰王哦，天哪！等一下再打。真伤好，然后可以不要一直打吗？你先。先不要，我们把那个张无忌给练满。侠客，那个在庄园这里啊，其实也可以把那个角色做练功的东西，你可以在这里做训练。那你也可以去点角色，然后去练你想练的角色。现在的话，我暂时先我不知道练什么，我应该会把那个张无忌，然后我们先把张无忌练满。这里是另外培养角色的地方，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先把周芷若升心了。哦，是新的是不是？哦，棒啊，传奇。然后这里有羁绊，刚好有张无忌，我们就可以启动。然后升心，升级技能。我们战力来到63万呢，莫名其妙就多63万呢，好棒哦！天哪，你三通谁啊？我要那个啊，可升星，朱伟可升星了，那我就升星好了。然后把朱伟升了，羁绊部分也把它启动。技能升到哪？耶、yeah, ！我们现在大幅提升战力喽。然后收敛，没有这个升级。张无忌，哇，升完了呢，没了，靠北。真惨，好吧，他没得升，那我们就用这个升好了，可以用训练的方式哦，去庄园这里，然后可训练，我们就训练张无忌好了，然后就这样子吧，一天可训练2次，所以说哦，12分钟就结束了，然后该升级就要升级。然后这个可以打造，我们去打造。升级，有升级，升级。一件，让它去做升级，然后生产就不能升级，是不是？这里的话。嗯，然后刚好有拿到一些卡片，所以说在这里就可以把它点开，这样就可以增加护甲的部分，战力也会往上提升。这种收集那个角色概念其实还不错玩，说真的，刚才升错，应该先升张无忌，太笨了。然后他升星之后也可以再点一次。
怎么大家都拿到张无忌？张无忌这么好拿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觉得我欧皇了起来，我以为欧皇，结果不是。还可以点吗？我们在这里啊，普通招募可以点。时间抽，普通招募会给谁呢？哦，钢铁心嘞。感觉也还好，没有特别好。时间抽，没有了。那个抽，应该可以再升级那个闪退，然后我们把张无忌可以升级，把恩吉先升级张无忌啊。哎、欸，张无忌来到，这只这只是什么技？看一下。哦，它是群捕哎，中有捕师啊，我一直没有找，没有弄到捕师，所以这次我也可以练习。然后它是群捕跟护盾，阿弥陀佛，等等等等，这是群体输出毒伤，这是毒流派，这个应该可以跟石化的互搭。曲灵风的话，它是群体输出哦，按照那个广告的来说的话呢，他说只要拿到群体输出的角色都算是不错的角色。好，英姑呢，看一下，英姑其实是点杀，然后增加剑，这是助，应该是算是辅助角，准备去帮那个剑的部分做增攻的部分。也这样涨，总战力居然可以快100万了欸，莫名其妙就快100万了，我觉得这个游戏还蛮好玩的，说真的，真心的推荐大家赶快来玩，运气好的话就可以一直拿到不错的那个卡片。就再历练看看，我们再看一下副本部分，我们看一下张无忌打的怎么样。那副本去，我们来看一下张无忌的输出如何哦。欸，张无忌没，我还没按上场欸，笨死了。等一下再换一下。这三只我都要换掉，很不劳用的感觉。啊，我换，都是小女子站在前面。这只真的好用，它其实可以石化对方，就是等。就把对方给动起来，不能动，我们就可以趁这机会把对方给收掉。然后周芷若强是强在说，他发动攻击的时候，九阴白骨爪只要杀死对方，又可以同时补血；即便不杀死对方的话，也可以补血。那杀死对方的话，他可以回的血更多一点。看他几乎血都回到满。我们。换一下，一件布阵，这样就换上那个我们最强的部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这样战力已经来到27万。我玩张无忌的牌几面？1700，张无忌的普攻就蛮痛的。这是捕师，所以大概攻击落在600多。准备白骨爪就2000多。乾坤大挪移，哦，群攻欸，好痛哦，天哪，好爽啊！天哪，把我气破！青出万毒手，毒的你不要不要的，补血补血。哦，不错不错。好啦，以上是这支影片哦，针对御世界刚好能拿到那个60抽，然后也顺便介绍一下御世界拿到哪只角色哦。张无忌确实是一只不错的群攻角色哦，搭配周芷若来说，再加上那个梅超风哦，都算是一个不错的输出，而且
针对全体的那个攻击力来说算是不错的。虽然说周子若只有打单体，但是他可以边打边挥血。那张无忌又是全体攻击，然后再加上那个梅长风其实也是后切中后排的，就是全体攻击，又有机会直炮对方。那朱尔也是全体攻击，我觉得说这样搭配起来还不错。或许月世界会暂时的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前进，那看后面能拿到什么角色，我们再来去慢慢做队伍的调整。好，以上是这个影片了，跟大家做分享，针对目前月世界所抽到角色。那如果喜欢影片的，欢迎在右下方帮我按起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我影片的第一手资讯哦。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